现场的贵宾，大家好。中华文化总会为了112年国庆大会，特地制作了一支影片，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你听见了吗？有没有任何声音曾让你感觉到幸福，感到平静？感到光荣，感到我们并不孤独。你听见了吗？在这里，我们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选择想要的声音，或者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当吵杂成为一种乡愁，当这些声音凝聚你我每一个人，我们相信只要坚定就能清晰。在巨响来临前，我们一定会先见到灿烂的光。现场的各位贵宾，大家好，感谢大家来到总统府前国庆大典的现场，一同为我们的国家庆生。以下有几点事项请大家注意。大会处在南北广场后方设有医疗站、急救护车，现场的来宾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向大会处工作人员寻求协助。另外，在活动过程中，如果国家级地震警报响起，请立即采取低姿势，就地蹲下或趴下，并保护头部。当地震停止后，听候大会广播的指引跟引导，切勿惊慌或推挤，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国庆序幕表演即将开始，请大家尽速就位，准备观赏精彩的表演。亲爱的嘉宾，台内外的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庄慧琪，我在台北出生长大，因为新闻工作，我走访台湾许多乡镇，到访温暖热情的友邦，前进国际峰会，也曾在瑞士日内瓦见证世卫大会时各国对台湾的声援。我是向正伟，我游历过30多个国家跟地区，去过乌克兰采访乌俄战争，让我更珍惜台湾的民主、自由、正向与良善，也让我看见台湾在地缘政治中与日俱增的重要性。非常开心借着国庆这个重要的日子，让大家在总统府前相聚，一起庆祝112年双十国庆。现在让我们用最诚挚的心情一起祝贺欢呼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今年国庆的主题民主台湾坚韧永续，象征台湾在面对国际间各种难关与挑战时，总是以温柔而坚韧的态度面对，在民主的大道上坚定的永续前行。今年国庆典礼的主视觉是以红蓝白国旗三原色为主，搭配代表海纳百川的海水蓝，加上庙宇的砖墙红以及传统野台戏常见的戏台红，象征台湾文化的深度与美学。整体色彩搭配与造型，呈现出国旗在空中飘扬的自信感，就如我们深爱的国家坚韧无畏的展现与守护我们的民主价值。
这次主席台的花卉布置则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跟民意创意花礼坊所设计的，非常的典雅大方，感谢他们的巧思。序幕接力登场的有今年在美国世界乐器大赛中以队史最高分拿下亚军的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乐器联队，还有国防部星战大队、国防部联合乐队暨三军一队，以及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他们都是台湾的骄傲。今年由连续四届全国合唱比赛取得特优的澎湖国立马公高级中学合唱团，以及左营第二现场玉山军舰的官兵们共同领唱国歌。而国歌领唱也请到来自中华职棒六支球队的球员代表，他们是吴哲源、黄子鹏、吉利吉拉巩冠，还有高国庆、江少庆、曾子佑。国家挺国球，国球挺国家，棒球不只是我们的国球，更展现台湾团结合作、奋勇跃进的精神。台湾选手们今年在世大运、亚运、U18青棒锦标赛及国际技能竞赛精彩的表现，让世界看见台湾。我们的体育英雄与技能高手们也会在主题表演的阶段与大家见面。此外，更邀请全球的朋友们透过网络直播观赏最精彩、最完整的国庆表演，共同参与这块土地的生日 party。Welcome friend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to celebrate with us by joining the live stream。现在大会主席立法院长游锡堃游院长已经来到现场了，让我们掌声欢迎游院长。请大会主席游院长就主席台位置与大家一起观赏演出，欢迎游院长。国庆大会序幕表演现在开始，首先登场的是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乐器联队，是台湾第一支成立的美式室外行进乐队。今年他们在世界行进乐队大赛中勇夺亚军，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建中乐器联队所带来的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家之所在，心之所向。
Thank you.
谢谢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乐器联队所带来的演出。建中乐器联队是国内少数将室内管乐合奏及室外行进管乐两者结合的学生乐队，扎实的训练奠定了乐团坚强的实力。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乐器联队所带来的演出。接下来是国防部星战大队所带来的表演，参演单位包含了义工队、陆军专校战鼓队以及特战指挥部战机队。战鼓、战旗、战技的结合，展现出国军坚强的战斗力，象征着国军勇猛顽强的战斗意志与精神。其中的战技操演还结合了《亮岛之歌》，亮岛是外岛中的外岛，这首歌象征着国军同岛一命的决心。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防部所带来的演出。接下来要进场的是由国防部所带来的守护共好 We are the best。 今年国军的表演节目有别以往，将国防部义工队、陆军专校战鼓队以及陆军特战指挥部战机队三个单位整合演出，希望透过表演呈现新一代国军的青春活力、勇猛顽强以及捍卫国家、守护国人的决心与坚韧的爱国信念。首先要为我们出场的是陆军专科学校战鼓队。这一次战鼓队的表演曲目是由鼓乐家林玉龙老师所创作的《勇士初级》，展现出国军活跃的生命力及坚毅不拔的战斗精神。格斗的技巧，展现特战部队官兵近战格斗能力，以及我特战官兵敢战而不怯战的决心。这一次队员们会带来护身道法、徒手格斗、器械格斗等项目，请让我们拭目以待。Thank you.
国防部义工队。在场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可爱的三军娃娃，以及青春洋溢的义工队队员。今年义工队特别制作了自创歌曲《Follow Me》，希望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 follow 国军，支持国军，守护共好。We are the best。Yeah.
谢谢国防部星战大队、陆军专科学校战斧队以及特战指挥部战机队所共同带来的演出，真的是太精彩了！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每年最精实也最受瞩目的操演，国防部联合乐队暨三军一队为我们带来的《携手齐心护民主》。军民同心为家邦。各位长官，各位嘉宾，现在进场的是由国防部示范乐队及陆海空三军乐队所组成的国军联合乐队，他们是国军的一文尖兵，更是专业的军礼部队，平时执行国家重要庆典及各式军礼等勤务，每年更受邀至国家音乐厅及各地区文化中心演出，深获各界的好评与回响。现在所演奏的是《黎明进行曲》，这首乐曲是由陆军乐队李真志中士特别结合今年国庆主题“民主台湾，坚韧永续”所创作的。国军联合乐队将以磅礴浩荡的声势，展现全民捍卫国土的决心。进场的是素有国军荣誉部队组成的中华民国三军一队，他们是国军的骄傲与荣耀，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平时执行国家重要军礼及庆典操演，并担任国民革命忠烈祠、中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慈湖、大溪陵寝等礼兵驻防任务，其礼兵交接仪式庄严肃穆，名闻国际，展现我国军精实壮盛的一面。一队长，空军上校刘光荣报告，操演开始。操演开始。演奏的是《携手同行》，由陆军乐队李真志中士所创作。乐曲以信号曲作为开场，为整首曲目带来开朗的氛围，
象征中华民国在疫情解封后，全体国民共同回归安居乐业的生活，同时也展现国军联合乐队文武兼备与创作演奏的能量。国军近年来配合政府政策，推动全民国防教育，目的是为了增进全民国防知识以及全民防卫的国家意识，期许全体国民建立责任一体、安危一体、祸福一体的共识，借由全民支持打造国家安全的坚实堡垒。枪法呈现募兵制以来的成果，在训练过程中，队员们更坚信太阳是我们的钢盔，汗水是我们的礼服，枪是我们的生命，荣誉是我们的信念。强化国防自主，以最精实的训练展现保家卫国的决心，全面提升防卫作战效能，展示国土主权寸土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精神，维持区域和平稳定，守护国安。接下来，三军一队将以整齐划一的枪法动作，配合精准走位，呈现双十队形，并搭配乐曲《黄埔军魂》做一系列的枪法操演。三军一队是一支具有辉煌历史与光荣传统的荣誉部队，秉承牺牲、团结、负责的黄埔精神，坚持训练，从严从难。如今我们以创新的思维，不断精进技术，发展独特性，在传统的枪法上融入新颖的动作，一样的充满精气神，一样的充满坚强意志，象征奋斗不懈、绝不退缩的黄埔精神。请掌声鼓励。下一段的操演将由国防部示范乐队所组成的鼓号乐队带来精彩的演出。乐曲是由示范乐队李金云中士为了今年国庆所精心创作的编曲，请看操演。
感谢国防部示范乐队精彩的操演，请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掌声。接下来演奏的乐曲是由国防部示范乐队李玉川中士所创作的《领航者进行曲》。这首乐曲节奏轻快，搭配一对弟兄排列三环队形，象征三军协同一致，相互扶持，共同守护国家安全。时代的考验与挑战，中华民国才得以繁荣与茁壮。三军一队借由双十队形来缅怀先贤先烈牺牲奉献的精神。三军一队成立至今已60余年，期间队员们团结合作，共同努力，秉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一队精神，完成各项重要任务，使得一队官士兵从中培养出高度荣誉感，更成就了一支代表国家门面的荣誉部队。演奏的歌曲是改编自知名歌手赵传的《英勇勋章》。即将呈现的是《天使的羽翼》，搭配一对弟兄坚实利落的枪法，象征国军在面对各种艰辛的考验，能够顶天立地，不屈不挠，迎接挑战，奋勇前行，幸福共好，同时也是国军对中华民国坚定不移的信念。代表国家承袭革命先烈牺牲奉献精神，才使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屹立在这片民主自由的土地上，同时能够凝聚民族的向心力，在面对各种艰困环境的挑战下，带给我们勇气和信心，激励和鼓舞我们勇往直前。
随着音乐接近尾声，今日的操演也即将告一段落。国军联合乐仪队祝福全国同胞及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立正！操演完毕。操演完毕。为了在这深具意义的国家庆典上有完美的演出，乐仪队成员不论严寒或酷暑，白昼或黑夜，始终是勤奋操练，从不间断。感谢大家的支持，国军乐仪队将秉持着精益求精、好还要更好的精神，继续勤训精练，为国人呈现更丰硕的成果。在此也敬祝各位长官及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华民国国运昌隆。谢谢国防部联合乐队暨三军一队金石壮盛、激励人心的精彩演出。接下来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带来的《狮吼镇云端》，群狮护台湾。现在进场的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邀请八组来自台湾各地深具文化意涵与艺术特色的优质狮阵团队，220位老中青不同世代的表演者共同演出的节目。他们将透过结合传统阵头文化与当代剧场美学的创作手法与表现方式，展现台湾民间传统狮阵厚实纯美的文化张力。狮群们不仅展现出架杠诶台湾顶头多样类型的狮阵风貌，也正好对应多族群共融的台湾风景。参与节目演出的各团，不论就狮头造型、狼腮的手楼、锣鼓音乐、文化特征都各具特色。透过结合传统阵头文化与当代剧场美学的表现方式，展现台湾民间狮阵厚实的文化张力。首先出场的是九天民族记忆团的齐天战鼓跟哨角，他们将要召唤狮群们聚集喽。各位嘉宾，现在出场。
场的是新竹县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新竹县客家舞狮文化协会的客家狮团。客家狮源于习武练拳保卫家园的武术核心精神，结合传统舞狮文化发展而成。狮头方正，嘴巴可180度的自由开合，造型特殊可爱，由大面财神、小面吉祥猴领军演出，展现客家狮团独特的地方色彩。中间负责打鼓，高龄82岁的张建安老师傅，也是客家狮头制作技术保存者，令人敬佩。讲的是来自云林县的文化资产保存者，云林县宝图狮义镇文化发展协会的白鹤狮镇，是国内少数以白鹤领狮的特色镇头之一。他们以一对白鹤搭配金黄色传统台湾狮为演出内涵，其中狮鬼斗趣的互动表现，让演出更加生动活泼。宝图狮现在五代同堂，在馆主皇后明带领下，积极传承延续技艺。饰演两只小鹤的郑其成、郑祥成双胞胎兄弟，年仅9岁，他们从1岁起就跟着父母出阵及演出，年纪虽小，功夫到位不马虎，请大家给予热烈的掌声鼓励。本渊寮陶心宫金狮阵，狮阵以红面狮头代阵，兼有舞狮与兵器阵势，充满阳刚之气。从舞狮到器械对打，再到空手连环、八卦阵势等，全阵气势恢宏，斗志高昂，成员团结一心，展现台南古都传统阵头的旺盛活力。画面左边黄威庭小朋友年仅9岁，参加金狮阵已经有5年的经验，声音洪亮，气势雄壮，颇有大将之风。接着是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台湾特技团所带来的北狮，他们是目前台湾唯一隶属官方的专业杂技表演团体，团员均为接受8年以上严格训练、学有专精的青年所组成，个个身手矫健，技艺超群。两头北狮在各种精妙的动作与创意的编排中，展现出以稳定、平衡、准确、跳跃、敏捷、灵活、节奏为基础的多样技法，令人目不暇接。
谢谢台湾特技团精彩的演出。紧接着登场的是近年在国内外失意赛事三组常胜军醒狮团队，中间的是台湾培德体育会，右手边的是新竹绵丰龙狮战鼓团，以及左手边的桃园新义群龙狮团。这三组职业醒狮表演团队分别由国内青年精英好手所组成，在这次的国庆大会舞台上首度同台竞艺，于时装上相互较劲比试，展现世界狮王的绝妙巧艺。在调皮活泼的小狮子也不甘示弱，要出来小试身手了，让我们拭目以待。所有的狮阵朋友们聚集，跟现场贵宾们一起来加油打气，请现场的嘉宾朋友们也一起给小狮鼓励。
口震云端，宙斯护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展现出精彩澎湃、厚实温润的民间文化活力，也映照出今年大会主题所强调的坚韧有序的台湾生命力。今天国庆序幕暖场的每一个表演团体，为了能够完美演出，都用心练习了好几个月。谢谢所有参与的团体，您们辛苦了。在这里，借着大家的双手，用最热情的掌声，再一次感谢他们。让我们欢迎国防部联合乐队暨三军一队再次进场，平掌主席台。
国庆日是让台湾变得更新更好的起点，趁着国庆检视过去一年的努力，让我们以更前瞻的眼光，更坚毅的勇气，迎接新的考验与挑战。请与会的来宾及长官共同欢迎友邦贵宾莅临会场。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朵根总督 Her Excellency Dame Susan Dillis Dorgan GCMG OBE Governor General of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联邦莱伯总督 Her Excellency Dame Marcella A. Leiber GCMG JP Governor General of St. Christopher and Nevis。 诺鲁共和国昆洛斯总统抗力 His Excellency Ruth Joseph Koon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Nauru and Madan Simina Kum. 距离大会开始还有一分钟。今年的国庆礼赞是由杨烈老师吟唱汉诗《忆难忘》，接着由林声祥老师、风细月工作室及国立实验合唱团共同演唱《永远存在的台湾》。借着这首充满希望与能量的歌曲，展现出台湾这片土地坚韧的生命力，即使身处逆境，也要勇往前行，同时向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国人致敬。配合国歌领唱，陆军航特部的运输直升机将吊挂巨幅国旗飞越观礼台，象征台湾团结，坚韧前行。中华民国中书记各界庆祝112年国庆大会，大会开始，全体肃立。主席，请就位。奏乐。唱国歌。国旗暨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请主席观礼台各位长官贵宾面向国旗。
国歌领唱人员行注目礼，屏障人员行鞠腔礼，其他与会人员行鞠躬礼，请脱帽鞠躬起立。再鞠躬，三鞠躬，立碑。请副帽，主席请复位，各位长官贵宾请坐下。主席致辞，恭请大会主席游锡坤先生致辞。亲爱的各界首长、各位贵宾、各国友邦代表、日本国日华肯祝贺团、各位国军姐妹弟兄、防疫战士及表现卓越拿到19个兵台为国争光的亚运英雄，各位电视机、收音机前及线上的侨胞、乡亲父老，马里马里马沙路，泰嘎后，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2年国庆，徐坤谨代表大会向莅临参加的各位国内外贵宾表达竭诚的欢迎。今年适逢台湾历史上第一次依法政治接受台湾议会旗成同盟会成立100周年，这个100年前的政治接受象征着今天的台湾民主成就源远流长，是全民历经100年努力所累积的成果。因此今年国庆主题我们特别采用民主台湾坚韧永续，与国人同胞共勉，也借此表达坚韧的台湾人民守护自由民主及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与决心。台湾人民的坚韧呈现在同岛一命、高度自立的民主防疫上。此刻环顾四周，社交距离再也不能阻挡我们共聚一堂，相互拥抱。今天我们澎湃着热血，昂扬着士气，挥别长达3年的疫情，享受希望无穷的新生活，共同欢度国家的庆典，可喜可贺。台湾人民的坚韧也展现在国际的认知中。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期刊网站，截至2022年底，台湾整体累计超额死亡率是世界第9低，过去3年更创下高达4.07%的平均经济成长率。国际权威医学期刊赤路针甚至强调，台湾是疫情期间经济成长率高于疫情之前预估的少数案例。根据美国自由之家发表的2023全球自由度报告，全球整体自由连续17年倒退，被评鉴为民主退步的国家比进步的国家多。尤其这几年威权势力不断的扩张，政治迫害的势力铺天盖地，从香港反送中、阿富汗新政权、缅甸军政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近日哈马斯突袭
攻击以色列等，都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例证。在民主版图衰退的趋势当中，三度政党轮替后的台湾，在全民努力下，民主成果越来越受到国际的肯定。根据英国经济学人资讯社 EIU 今年二月公布的2022民主指数报告，台湾在16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十名，蝉联亚洲第一名。今年三月，美国自由之家发表的2023全球自由度报告，台湾名列完全自由国家，与德国并列第十七名，在亚洲排名第二。台湾耀眼的民主表现被 CNN 称赞为逆势的亮点，英国经济学院智库赞誉为国际民主灯塔。高兴的是，台湾的国际身份也越来越清晰。今年七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明白指出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案，并未处理台湾或其人民在联合国或其他相关组织内的代表权问题。此一法案反映了中共长期在国际上扭曲2758号决议案的劣行，以明确有力的国会立法澄清历史真相，对台湾国际地位提升极具意义。国人同胞近年来一定深有感触，因为见证到越来越多民主盟友与台湾站在一起。去年十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加拿大时指出，台海区域的海上贸易占全球每日贸易总额的50%，多数手机晶片都是台湾制造。若台海爆发危机，对全世界都是坏事，因此必须维持台海安全。由此可知，维护台海的安全，就是维护全球的和平稳定，确保印太安全，就是确保欧美的经济利益和国际秩序。守护台湾已经不只是台湾人的使命，更是全球民主国家的共同愿望。2021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先生率先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今年4月18日，G7 外长一致同意对抗中国在台海任何胁迫行动及企图。4月19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先生说，台湾为全球议题，坚决反对武力改变现状。5月5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先生说，若台湾受攻击，菲律宾基地将会有用处。5月1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说，台湾安全属于全球的议题。8月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先生颁布7年建军法案，率全球之先，将捍卫台海自由航行权入法。最近4年来，台湾这么多优异的表现，我要以国庆大会主席的身份，感谢2300万同胞的努力，感谢所有国际友人对台湾的支持，也要感谢蔡英文总统与赖清德副总统的领导有方及其行政团队的辛苦。借此，也让我们再度向第一线辛苦的
防疫战士及国军警消致敬。我们在此就给自己及所有我们应该感谢的人一个热烈的掌声，这样好不好？谢谢大家。过去三年半，立法院不分党派的全体委员非常努力，除了积极制定法律通过预算外，在国会外交方面，本届也有不凡的成果，例如接待美国前众议长佩洛西及邀请捷克参议长韦德奇、捷克众议长艾达莫瓦、瓜地喇嘛总统贾迈代等各国领袖莅临立法院演讲。今年九月底时，在疫情肆虐下，立法院仍然接待了64个国家、262个访团的2869位来宾。去年七月，疫情趋缓之后，徐坤也5度接头跨党派委员出国访问，在捷克、立陶宛、法国等3国受到史无前例等同邦交国归国接待。国会外交有成，必须感谢外交部还有驻外使节及立法院全体委员的努力。台湾之所以能够获得众多国际民主友人的支持，是因为我们崇尚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但是台湾今天的民主成就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百年奋斗而得到的。台湾位居西太平洋，千百年来除了频繁遭受台风、地震等天灾侵袭之外，由于台湾的战略地位重要，400年来不断地遭受到强权殖民，甚至历经长达38年的军事统治，因而淬炼出有别于其他华文圈的国家的民主性，再加先前百年的奋斗，终于成为傲视华文圈、普受国际肯定的民主国家。诗云：“波澜壮阔太平洋，孕育昆明之国强。天路公开随处见，地雄古晋瞬时凶。列桥地界人民阔，两将威权迄里捧。淬炼台人金日志，奋进民主五花疆。”400年来，政权地散，物换星移，先前血泪交织、不屈不挠，终于开创出今天国际高度肯定的民主台湾。但是，自由民主必须用心呵护。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先生说：“自由之花必须经常用暴君和爱国者的鲜血浇灌。”面对恶邻中共的威胁，唯有备战才能够避战，人民的防卫意志是最佳的国防。呼吁全国同胞发挥民主台湾坚韧勇气的精神，持续捍卫台湾主权及自由民主，使后代子孙不用再流血流泪，就能够永远在这片美丽土地上安身立命，享有幸福的生活，这样好不好？最后，敬祝中华民国台湾国运昌隆，全体国人同胞及国际委员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侨胞代表致辞，主席介绍侨胞代表。
侨胞代表黄行德先生现任侨务咨询委员，原籍台湾台北，现侨居法国，为法国 Asialand 电子公司创办人，曾任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29届总会长，欧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12届总会长，于111年荣获侨务委员会玉山侨务专业奖章，长期热心公益，服务侨界，致力参与国际急难救治及赈灾，如111年亲赴波兰关怀乌克兰难民，112年前往土耳其赈济强震灾民，在侨居法国拥有高知名度及良好的社会声望，协助政府推展台欧间外交、经贸及侨务工作，提升台湾国际形象及能见度，贡献卓著。现在我们欢迎侨胞代表黄行德先生致辞。敬爱的蔡总统、赖副总统、大会主席尤院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来自全球各地的侨胞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海嘎安卓，海嘎好，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2年双十国庆，在这欢欣鼓舞的时刻，累积海外的侨胞同感振奋及喜悦，本人很荣幸代表全球侨胞献上诚挚祝福，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全体国人平安健康。台湾在应对新冠肺炎方面表现出色，不论在科技、公共卫生、人权以及对健康和企业的照顾等各方面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全体海外侨胞都深感荣耀。尤其政府推动5+2产业创新和6大核心战略产业已经展现实际成果，台湾经济发展在疫情期间仍名列前茅，国际评比非常亮丽。为因应后疫情时代的挑战，政府透过疫后特别预算以及疫后振兴和数位发展方案，支援产业升级转型，并于今年3月核定了台湾 AI 行动计划2.0。海外台语专业人士黄仁勋和苏之峰的访问，以及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7月在台启用，凸显了台湾在半导体和人工智慧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此外，台湾碳权交易所在今年8月挂牌，也落实了对实现2050净零碳排的承诺，这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国家发展。台湾的局势向来为侨界所关心，面对威权主义扩张和国际局势变化，中华民国台湾与全球民主伙伴共同坚守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等共同价值，并共同建立稳固和安全的跨国供应链。今年我们看到政府与美国签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透过新南向政策，111年与东协、南亚、纽澳等18个国家的贸易额达到1803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我们积极争取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并推动台美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和强化欧洲链结计划。这些努力展现了台湾在全球市场上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全球侨胞将全力支持故乡台湾，扩大全球的积极布局，建构善的循环，促进国际化发展。过去一年，行德担任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长，而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是台湾在全球各地的最大的台商组织。行德要向国人报告，累积全球各地的侨胞始终怀念故乡台湾，不仅是政府最坚韧的后盾，也是推动侨民外交的重要力量。侨界不仅在五月组团前往瑞士日内瓦，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发声，全球各地的侨胞也运用影响力，争取当地政要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例如，今年二月土耳其发生强震，全球台商募款超过新台币2400万元捐赠受灾户。而在今年八月，台美医师前往乌克兰为灾民提供医疗服务，成功展现台湾 is helping 的精神。面对国际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俄乌战争仍在持续，台海安全和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引起全球关注。行德呼吁全球侨界支持政府，携手团结，守护自由民主台湾，保护子孙后代的发展，让他们在各个领域蓬勃发展，为国际社会做出卓越贡献。最后，谨代表全球侨胞祝贺中华民国台湾繁荣昌盛，蔡总统身体健康，台湾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平安，台湾加油！请大会主席代表全体与会人员恭请总统莅临会场。国庆礼赞。
一个当然阮心高，千古千古是搭配国立实验合唱团以及杨烈、林声祥老师为国庆大会带来精彩的表演。今天担任大会手语翻译的是
李振辉老师与丁立芬老师。总统莅临会场，起立。来宾请起立。各位贵宾，请坐下。恭请总统讲话。大会主席尤锡坤院长，诺鲁共和国昆勒斯总统伉俪，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联邦莱博总督，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朵根总督，现场的贵宾、好朋友，还有我们刚从亚运归来的台湾之光，我们现场的贵宾好朋友以及收看电视和网络直播的国人同胞，大家好。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112年的国庆日，阔别三年，我们终于脱下口罩，齐聚在此，共度我们国家的庆典。现场有许多来自全球各地的侨胞，还有暌违三年再一次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我要代表台湾人民向大家致上最诚挚的感谢。回首三年来辛苦的防疫之路，仿佛那一段路走得很遥远。然而有另一条艰辛的路，我们走了30年。就在上个月底，潜舰国造的第一艘原型舰下水了。在完成后续的测试之后，这艘海鲲军舰预计在2025年正式服役。潜舰国造是历经30年不同政党的总统都想实现的梦想，现在我们做到了。从无到有，踏出这一步需要无比的勇气，要扛住压力，要突破瓶颈，要顶住流言蜚语。只要稍有犹豫，就会失败。但是我们终于做到，我们的国防自主再跨出了一大步。国军不对称战力再向上提升，我们更再次展现守护中华民国台湾的决心。我相信全世界更会认同海鲲军舰是为了守护区域和平稳定而破浪前行。这正是中华民国立足台湾74年以来所以可以屹立不摇的精神。面对特殊的国际处境和瞬息万变的挑战，我们不前进就会倒退，不奋进努力就无法掌握自己的未来和命运。尤其这7年多来，国际及区域的政经情势复杂多变，再加上百年大疫跟极端的气候，再在挑战民主国家中政府治理的韧性机制，也挑战民主社会中人与人的信任基础。我从未忘记过我对改革的承诺，也深知改革所带来的冲突和阵痛。我要感谢台湾人民，我们总能用团结战胜恐惧，用包容化解仇恨，用民主克服挑战。婚姻平权法案通过已经4年了，我要感谢
反对者的包容，成就了一个让全世界羡慕的台湾，每一对相爱的彼此都能够幸福成家的国度。我要深深感谢我们全体军工教伙伴的谅解，为了年金的财务能够永续，我们一起完成了过去无法做到的年金改革，也让我们政府的财政更有余裕来照顾下一代。我要谢谢我们劳工朋友的体谅，虽然我们还没有走完年金改革的最后一里路，但是我们从2020年起陆续编列的2670亿元的预算拨补劳保基金，我期盼下一个阶段劳保财务的改革能够在稳定的财务基础上，在社会的理性对话中凝聚共识，稳健的来进行。与此同时，我们连续8年调涨基本工资，并以所累积的经验为基础提出最低工资法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蔡英文没有忘记要照顾劳工的承诺。前阵子，我遇到了一对来自桃园的夫妻，他们是投入包租代管的公益出租人。他们跟我说，社会住宅出租的不只是一间房，而是要给房客一个家。我感谢在台湾不同的角落这样温暖投入推动社会住宅的朋友。7年多来，我们在起步阶段的困难中前进，并且奠定基础。如今社会住宅运动逐渐地卸下标签，成为社区的正向力量。8年20万户的目标也将在2024年年底达成。居住正义这条路仍然漫长，但经过这几年的经验的累积，我相信未来一定可以在正确的道路上加速前进。我还记得刚接任总统的时候，台湾的电力备转容量率曾经最低只有1.64%，但这7年多来，我们大幅度提高能源供应，也全力的推动能源转型，终于在去年迎来了转捩点，让绿电的总发电量首度超越了核电。现在阳光越强，气候越炎热，就越不用担心午后缺电。在傍晚尖峰的时刻，我们的备转容量率也能够维持在7%到10%的稳定状况。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克服种种的困难，一步步的实现能源转型。面对世界集体直追的2050净零转型的目标，台湾的再生能源发展、储能网络的建构和电网韧性的强化，只能快，不能慢，更不能走回头路。除了推动改革，过去7年多，我们在剧烈变迁的两岸及国际情势中，倾全力发展经济，厚实国力，照顾人民，确保国家安全，稳定两岸情势，并且争取国际的支持。经过全体国人7年多的努力打拼，台湾的经济不仅展现了强大的韧性，更成为驱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关键力量。中华民国的国力变强了。我们的 GDP 规模从我上任时的17.5兆大幅成长，今年预计将突破23兆元。而在这几年全球饱受经济停滞以及通膨所苦的局势下，台湾这几年来的平均经济成长率仍然可以维持高于全球平均值，站稳四小龙之首，并且维持相对稳定的物价。同时我们还保持财政稳健，将连续6年的政府税计剩余跟全民来共享，除了发放消费券来促进消费，也透过像是普发现金、 T-PASS、 扩大租金补贴等措施，协助大家减轻生活负担。我们更加强平衡
城乡发展，加大投资中小企业的产业转型升级。我们也全力推动六大核心战略产业，大力投入基础建设，带动台湾产业完成了典范移转。尤其是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制造能力，让台湾成为全球供应链重组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因此，我们也翻转了过去依赖单一市场的状况，我们对美国的出口金额翻倍成长。而今年六月，我们跟美国完成签署的台美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就是率先各国创新观念的全新贸易协定。经过七年多的耕耘，我们对西南向国家的出口贸易也创史上新高。我们也强化与欧洲链接，现在欧盟已经是台湾最大的外资来源。我们用经济实力向全世界证明台湾无可取代的重要性。而从2016年以来，蔡英文政府始终信守承诺，维持现状。我们坚守四个坚持：不挑衅、不冒进、在压力下也不屈服，和全球民主国家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也为世界贡献良善的力量。对岸因台风而豪雨成灾，我们展现人道关怀；土耳其发生震灾，我们挺进第一线；俄乌战争爆发，我们坚定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当然，我们更不会忘记三年疫情期间民主伙伴相互驰援的那股善的循环。尽管阻挠未曾停歇，但我们没有停下走向世界的脚步。台日友情坚定不移，台美关系坚若磐石。我们的友邦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在国际场域中力挺台湾。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年轻人在社群上串联 Viva 台湾。台湾的民主成就已经成为世界标杆，台湾的屹立不摇更无疑是全球民主永续发展以及安全繁荣的最大保证。现在的台湾已经是世界的台湾，我们已经证明了，无论在地缘战略、全球民主发展或者国际供应链体系，我们都是最可靠、最有效率、最安全的合作伙伴。国际支持我们的力量也来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坚实。此时此刻的我们已经能自信坚定面向世界，我们也更能自信沉稳面对中国，为未来的发展创造两岸和平共存的条件。作为总统，我的责任就是守护国家主权，守护2300万台湾人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时寻求两岸之间可以和平共处，人民之间可以自由而无拘束、无负担的往来，让台湾甚至两岸都能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贡献者。我要再一次强调，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要。特别是全球都已经体认到，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任何一方不能片面改变现状，两岸分歧必须透过和平方式解决。因此，我们要持续努力，在确保主权跟民主自由之际，能够在尊重历史事实之下，持续建构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今天，许多政党领袖和贵宾都在现场。政党竞争是民主政治的日常，但我们可以齐聚在此，正是台湾难能可贵的民主风景。我衷心期盼，在选举的竞争过后，我们可以放下激情，台湾内部可以寻求更大的共识，众志成城，
对外团结一致。我相信这是我们不分朝野政党对国家的共同责任。我们愿意，以台湾的民意共识为基础，以对等尊严为前提，以民主对话为程序，以维持现状为核心，与北京当局发展双方可接受的互动基础，以及和平共存之道。我深信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只会越来越强，在全球共同关注并致力维系台海和平稳定之际，我们必须掌握契机，控管风险，进而让两岸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贡献者。这是台湾朝野政党，也是两岸之间无可回避的历史责任与共同使命。各位国人同胞，无论是65年前的823战役，或是如今面对外部威胁的挑战，我们始终怀抱着不分彼此、同岛一命的信念。如今，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成为2300万人民的主流共识。这个共识汇聚了不同族群的历史情感和74年来福祸与共的体认，还更代表我们会为了团结，为了守护国家，为了捍卫民主自由的生活，愿意走进彼此，创造最大的公约数。台湾的民主也因此在无比巨大的内外压力中成长茁壮，从而孕育了更为坚强的韧性。守护台湾的民主，就是守护普世价值的民主。感谢大家的团结一致，我们向全世界点亮了民主台湾。我们会自信地向世人传达台湾人尊严自主、热情良善，台湾人乐为世界人，也将世世代代做民主人、自由人。我要感谢台湾人民给蔡英文2次机会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和台湾人一起打拼，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这几年来，施政有所成就，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身为总统，我责无旁贷。这就是民主国家，执政者不能自满，任何的施政都要让更多人民满意，就是政府永无止境努力的目标。各位国人同胞，蔡英文的任期会停在明年的520，但国家要继续前进。我相信自信沉稳的台湾一定会继续前进。我们不只要给世界更好的台湾，更要让世界因为民主台湾而更好。台湾加油，中华民国加油，谢谢大家，谢谢。主席恭请总统至贵宾席。主席请复位。奏乐。谢谢国防部联合乐队暨三军仪队为我们屏障主席台，乐仪队请离场。
大家好，我是林明瑞，我来自花莲。中华民国陪伴了我28年，陪伴在场的大家112年。我们拥抱了无限的梦想，包含很多的族群，其实我们都接纳。台湾的国土就有如天上的星星，不大，但是却能闪烁照耀国际，就是因为我们接受多元，拥抱世界不同的声音，看不同的族群。平常的我是一位新闻主播，今天真的好荣幸能够站在舞台上，带着大家一同参与国庆。大家好，我是张琼芳，我在台湾台北出生长大，我也曾经到国外生活跟工作过一段时间，但那段时间呢，却让我更加的想念台湾，想念这里的安全，想念这里的方便，想念这里的美食跟人情味。其实对我来说，台湾就是我永远的家，更是我最爱的国家。今天能够跟明瑞一起站在这里为国家主持生日庆典，真的是倍感荣幸。倍感荣幸之外，其实心跳也非常快，因为我们要邀请在座的长官还有所有的贵宾将目光移向我们两位主持人身上的衣服。今年我们主持群非常特别，包含上半场的政委还有慧琪，我们是把国庆的主视觉直接穿在身上，还有像是我胸前，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花梅花。特别要感谢的是周玉颖设计师，他真的是发挥了强大的创意跟美感哦，把今年国庆的主视觉整个的颜色呢还有图案都完美的结合在我们的礼服上，真的也是今年的一大创举。是，那当然除了我们的衣服有满满亮点之外，下半场的表演也是相当精彩。今年国庆主题表演，我们是特别邀请了享誉国际的表演团体，不管是来自邻近的友邦还是太平洋彼岸的朋友们，都一同在现场跟我们一起庆祝今年的国庆日。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哦，而且令人相当的期待。那么马上呢，我们就要看到今年很精彩的永鹰高教机的编队冲场，飞官们为了带来完美的表现，必须要克服包括天候、包括风向还有风速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的影响哦。所以呢，他们在空中可以说是分秒必争，保持编队，并以秒为单位，要准时的飞越总统府前，借此展现空军健儿扎实的训练成果。特别是像今天这样子，在场其实刮起了蛮强大的风，而且不时的飘起雨来，相信相当多的贵宾也都怕今天看不到精彩表演。不过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大家先将目光移向我们北方的天空，张崇豪中校将带领僚机以五机大雁的队形飞越府前，这代表的不只是国军全体荣耀，也是实际用行动回应家人对他们的爱。我们现在呢，要邀请现场所有的大家，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掌声与欢呼。接下来进场的是由中华文化总会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邀请来自日本关东的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等学校吹奏乐部，他们在2021年首获金赏，在国际上还有翡翠骑士的称号哦。欢迎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等学校吹奏乐部带来最高的日台友情，翡翠骑士的无限梦想。ようこそ東京農業大学第二高等学校無限の夢の演奏を楽しんでください。
真是太精彩了，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这群特地从日本远道而来的翡翠骑士们。エメラルドナイト、素晴らしいパフォーマン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希望透过他们精彩演出，为今年国庆带来欢庆氛围，也让世界感受到台日两国并肩同行的友情。也感谢圆山大饭店、富士饭店、高雄汉来大饭店、日本航空、台湾世熙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台湾证券交易所、台湾期货交易所、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证券柜台买卖中心的大力支持，加深两国之间的情谊。接着进场的是日华议员恳谈会，也就是日本国会跨党派议员联盟及立法院台日交流联谊会共同组成的游行队伍。日华议员恳谈会是由约270位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所组成的友台议员团体，成立于1973年，今年适逢创立50周年。该会长久以来在台日实质交流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欢迎你们，日华议员恳谈会向来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及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等国际组织。现任会长胡乌龟斯众议员最近呢，大家应该有印象哦，他以台语讲了这句话，他说台湾无代志，日本无代志，也就是呢用这句台语展现对台湾全力相挺，让大多数台湾人民真的是深受感动。日华议员恳谈会也付诸行动，去年还从宜兰县眺望约110公里的日本与那国岛，今年再从与那国岛搭船造访台湾，深切体会到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我们也请台上的贵宾和现场的朋友们跟他们挥挥手。欢迎你们。其实看了相当感动，包含挥舞着中华民国国旗、日本国旗，还有举着立牌写着日本与台湾齐心同行。今天他们代表日本向台湾诚挚祝贺112年的双十国庆，以后也会和台湾共同为世界的和平一起努力。国务会长每年率日华议员恳谈会祝贺团来台庆祝我国国庆，并与我国立法委员一同参加大会的游行，彰显出台日深厚友好情谊。不管是日华恳还是立法院台日交流联谊会，在台日国会外交、对日关系建立与发展上，促进了台日产官学界以及民间社团绵密持续的互助合作，让台日两国成为紧密而真诚的伙伴。谢谢谷屋圭司会长所带领的日华议员恳谈会，祝贺游行队伍及立法院台日交流联谊会，让我们台日友好精神能继续下去。今年中华文化总会是特别力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棕熊行进乐队进行演出，乐队每年是演出超过120场，居美国公立大学之冠，演出包含运动赛事、电视、电影，还有民间及私人企业的大型展演活动，不只是美国一流学府，更是知名行进乐队。接下来将由国际上具有超高人气的 UCLA 棕熊行进乐队带来精彩演奏，让我们欢迎他们带来的 Baila Esta Cumbia。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特地从美国远道而来的棕熊行进乐队，也感谢中华电信、台湾高铁、阳明海运、中华航空、中华邮政、星光金控与所有帮忙的台湾企业单位大力的支持。哇，相信刚刚大家一定听了都被这个欢庆的氛围给包围，手都不自觉跟着打起节拍，这个脸上的笑容都挂起来了。感谢他们青春洋溢、活力四射的演出，也代表着对我们国家生日满满的祝福。相信未来台美两国的交流将更紧密。接下来进场的是国立体育大学。国体大承载着孕育国内体坛精英的使命，展现各体育领域的丰硕成果，秉持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是我国运动竞技与健康休闲领域卓越标杆的一流大学。而国体大今天将为我们带来包含像是跆拳道品试、武术、花式溜冰及韵律体操的综合展演。本次主题是卓越传承，因此除了国体大的同学之外，还搭配了高中、国中还有国小的同学一起来演出。跆拳道的选手年纪最小的只有4岁哦，哇，真的是非常可爱，但是架势十足，等一下大家看看就知道了。马上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他们带来的青春奔放、卓越传承。首先表演的团体是来自国立体育大学的跆拳道品试队。国体大品试队在许多国际重要赛事中屡创佳绩，刚刚结束的杭州亚运中，品试项目马允中选手勇夺银牌。而本次表演人员中也有多位曾在国际赛场上夺下奖牌的国手，包含李应轩、陈湘婷、陈以轩、李成功、陈静及李婕妤选手。品试二字，品代表样式、教规，试代表力度、气势，两者结合在一起时，除了各招各式的动作标准精确，还要结合内在的气势，展现跆拳道最佳的力与美。而现在要为各位展演的是跆拳道品试的高力型及太极五章型。高力型所展现的是混合仙人的精神，将节度和缓慢性表现无疑。现在的表演代表八卦中的巽，巽的含义为风，因此表现时要如风一般，感受从微风到强风越演越烈的精神。动作由刚开始的肃穆沉静，逐渐到刚强而威猛。接下来是由国立体育大学、台北市立大学和育达高中武术队带来的大旗小旗结合刀术的表演。旗子所代表的是旗开得胜，刀术则代表着霸气与力量的象征。三所学校的合力演出，气势磅礴，象征着世代传承、团结同心的台湾精神。紧接着看的是太极拳，内外兼修，形态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是独步全球的中华传统武术，练身也练心，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学习而渐入佳境。
台湾的太极选手也在国际赛事上有亮眼的表现。现在广场上的表演人员也包含今年成都市大运女子长拳项目摘下铜牌的林千玺选手。拳脱胎于武术，不仅汲取各种武术的精华，也讲求内在的修为智慧。数百年来，太极拳透过师徒传承的方式，将其中深厚的文化内涵及高超的武术技艺保留下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由国立体育大学曾经获得2018年首届世界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项目银牌的郭国军选手，带领着学弟妹们展现太极拳的圆融韧性。而现在即将要表演的是太极一章，乾坤的乾，乾指的是易经中的第一卦，具有积极向前的精神哦，代表中华民国全体人民在不同领域的开创，同时象征对普世人权的积极向往与民主精神的蒸蒸日上。现在场上大选手就要带着小小选手表演着跆拳道品势的根本太极一章，象征传承民主台湾，坚韧勇士。南棍和北棍，棍术发展的历史悠久，无论是民间防身或是军队御敌，棍术都占有重要的角色。观众朋友，面对总统府右半边的是南棍展演，南棍的动作特色是刚猛有力，而左半边是北棍展演，动作特色是舒展大方。展演的同学们利用棍扫一大片的特色，也练出猛虎出山的视觉冲击感。接下来进场的是由品势、武术、花式溜冰及韵律体操项目联手组成的展演队形，从他们的速度与运动身段中，要体现台湾多元发展特色。现在在广场的中间，跆拳道品势排列成国花梅花的形状，梅花有三垒五瓣，三垒部分由三位花式溜冰金牌国手陈亦凡、李少冠、李少杰所组成，他们以优美的体姿进场，呈现花式溜冰的高难度技巧动作。广场上有曾拿下金牌的国手，也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选手，不论是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要用自己实力让台湾的名字被世界看见。
接下来是由武术、跆拳道品势、韵律体操、滑轮溜冰项目以及桃园市立中山国小武术队同学组成的飞鸟，准备迎风展翅。现在场上大家也可以看到以华丽舞姿滑行的花式溜冰是我们的陈亦凡、李少冠、李少杰选手，他们手持国旗进入广场，国旗迎风张扬，引领飞鸟展翅翱翔，象征着台湾跃动不停的活力，也代表台湾运动员不断前进努力冲刺的信念，展现竞技运动追求卓越的精神。现在由国体大竞技学院的同学要举起台湾的彩带，在稍后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精彩的画面。马上就看到由国体大竞技学院的同学举起台湾的彩带，这六个字母是我们无可取代的名字，就像国体大同学这一次的展演，不断努力，充满韧性，让世界看见台湾青春奔放，卓越传承，迎风飞翔，台湾起飞。感谢国立体育大学及所有参与团队的演出，谢谢你们。过去这一年，台湾的年轻好手们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从世大运到亚运，从国际技能竞赛到 U18 世界杯棒球赛，他们都是我们的台湾英雄。哇，那现在我们就要请在线上收看、现场收看的大家，将目光迎向我们凯道上的中央舞台区。我们的热血主播徐展元正在舞台上，就要把时间交给展元来介绍这一次我们年轻热血的台湾英雄们进场。喜爱运动，热爱运动，没有运动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会活不下去的运动区运动狂，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太感好，来一号，我是徐展元。我们台湾人是最热血、最热情了，在国际赛场上呢，我们能够战胜对手，这个时候呢，就是最能够激励、凝聚、振奋民心士气的时刻。我们有很多次呢，都是赢了，运动实力很强的国家，我们才拿到了金牌，夺得冠军的哦。所以呢，不管是真的好想赢，或是真的好爽赢，台湾健儿的比赛呢，他们的表现再再都牵动着我们的心，感谢政府呢重视体育发展，打造更好的体育环境，让台湾屡屡摘金夺银。而现在呢，我们的荧幕的门已经是缓缓打开了，写下历史的台湾英雄就要来到现场跟大家见面。首先进场的是2023世大运英雄，台湾拿下了10金、17银、19铜，缔造亮眼的成绩。掌声欢迎世大运射箭代表队进场。教练欧毅、廖建南、田仁秀、曾正仁，选手杨宗汉、张义忠、郭玉成、张燕华、林明进、田家茂、吴子伟、罗义轩，他们总共射下了1银3铜，都是年轻的射手。
四大运代表由花式直排轮选手以优美流畅的冠军华姿前导入场。接下来欢迎田径代表队进场，总教练许继胜，教练孙念祖，选手洪明阳、傅兆玄，本届四大运取得了一金两银两铜的佳绩。紧接着进场的是羽球代表队进场，选手柏里维、张静慧，羽球也是台湾的强项，总共拍下了两金一银两铜，威震四大运羽球场。接下来是韵律体操代表队进场，由教练郭宁雅带领选手蔡瑞珊、赖欣雅、罗玉琴、洪凡熙、詹廷珍来跟大家见面。本届四大运也竞争了一面铜牌。接下来欢迎游泳代表队进场，教练王耀伟跟游泳王子王新浩来到了现场，他们可是夺牌父子档，代表队夺得了两面银牌的好成绩。接下来欢迎跆拳道代表队进场，品试总教练李山龙，选手胡子轩、黄品杰、徐宇泽、宗俊杰、许浩佑，品试获得了一银一铜，对打也没再怕的啦，打下了五银三铜，台湾很会打，台湾很厉害。最后欢迎武术代表队进场，选手孙家宏、林千玺、陈月熙，总共取得了一金一银两铜的亮眼成绩。特别是啊，孙家宏穿金戴银，是台湾的太极拳、太极剑大师。我们谢谢四大运各个项目的教练以及选手们，也期待这些年轻的台湾健儿继续在体坛发光发热，掌声再谢谢他们。好，接下来呢要欢迎的是2023第46届国际技能竞赛的得奖选手，他们是百工百业的台湾之光。本届竞赛呢，超过了上千名的好手来参赛，台湾代表团勇夺了六金、十三银、六铜以及17优胜，得奖的总牌数啊，得牌的总成绩高居世界第三。现在国手们已经来到了现场，我们在荧幕上也可以看到他们帅气的照片。现在我们先来欢迎金牌选手进场，集体创作洪庆彤、张建雄，电器装配肖胜儒，门窗木工陈世凯，汽车技术詹许坤，冷冻空调田嘉诚，外观模型创作雷峰燕。三人一组的集体创作的擂指呢，是台湾参赛以来首次拿到金牌。三位国手呢，号称是集创三帅啊，今天来到了现场，我发现他们本人比照片还帅啊，谢谢你们。而技职英雄呢，是由高人一等的高翘人前导进场。接下来欢迎银牌选手进场，机电整合吴冠霖、罗国杰，粉刷技术与干墙系统陈冠宇，七座装潢傅文德，美容陈雅瑜，服装创作穆子轩，餐饮服务蔡博义，健康照顾黄义生，冷座黄正伟，网络安全高敏锐、黄胜全。网络安全类别呢，是台湾第一次参赛，虽然没有学长姐来开路，但凭借着扎实的训练，我们第一次参赛就拿下了银牌，
非常不简单，谢谢银牌选手。接下来欢迎的是铜牌选手进场，商务软体设计郭东岳，汽车钣金陈博达，工业控制简廷安，资讯与网络技术张哲伟，平面设计林瑜智。汽车钣金拿到铜牌的陈博达，他说他的心愿呢是开一间工作室，未来要成为顶尖的钣金专业户。如果博达开店，一定要通知我们，我们一定要找你服务。我们谢谢铜牌选手。接下来欢迎的是优胜选手进场，工业机械林宗汉 ，CAD 机械设计制图张仁杰，焊接江佑安，建筑铺面陈泰元，电子陈翔宇，网页设计裘一年，机器人张浩君，家具木工蔡真佑，花艺张可明，造园景观曾以轩，面包制作谢纯杰，三 D 数位游戏艺术张嘉莹，云端运算马世腾，旅馆接待刘梅君，欢迎你们！不管是在传统或是在科技的领域，台湾的技职国手们都能够优秀的表现，这是台湾的自信心，我们真的很强。让我们再一次给技职国手热烈的掌声。接下来欢迎今年在台湾举办的2023第31届 U18 岁以下级世界杯棒球赛勇夺亚军的台湾队进场。首先欢迎总教练吴伯宏、教练罗建明、陈威鲁、林建南教练，教练团平时训练辛苦了，也谢谢你们这一次精彩的调度。那我们也邀请到了高人气的中职女孩啦啦队来到了现场，现在欢迎球员进场。我们欢迎林维恩，他是主战投手，2胜0败，对韩国队拿下了胜投。还有杨念希、王彦恩，另外还有张俊伟主力投手，他对美国队拿下了胜投。另外还有陈木恒、曾伟哲，曾伟哲呢3胜0败，是大会的胜率王。另外还有林柏俊、孙义磊，孙义磊飙出了156公里的火球男，即将旅日发展。另外也要欢迎台湾队长王念豪，我们的重炮手对美国打出了关键的2分炮。另外还有徐少宇、张兆宏单局2轰，大会全垒打王及打点王。黄天赐还有柯敬敏，柯敬敏是大会的最佳防守球员。另外还有许廷伦，青春无敌，年轻真好。感谢呢这些青棒选手为台湾打出了一场一场的好球，未来在不同的球场、不同的赛事，也期待你们呢继续大展身手，燃烧属于台湾人的热血棒球魂。我们球场见。好，接下来呢要进场的台湾英雄，才刚刚结束了杭州亚运的赛事，他们的奖牌还是热乎乎的、羞腾腾的。这一次呢亚运呢，台湾拿下了19金20银28铜的好成绩。好的，那现在呢大家呢要屏气凝神，要来深切的期待，因为呢稍后空军的雷虎小组 AT3 教练机也将飞临现场，飞越英雄之路，来对所有的台湾英雄致意，大家敬请期待。现在呢空军雷虎小组即将呢要来释放
蓝白红胜利彩烟才三九的队形，即将由总统府观礼台后方进场。大家现在看着总统府的观礼台，我们看到的是内湖小组蓝白红的胜利彩烟，来为台湾英雄致敬。我们给雷虎小组的飞官们呢最大的掌声跟欢呼声。雷虎小组呢经历了无数次的一个演练，所以呢才能够有这么的精准的，这要多精准呢？就像我们亚运0.01秒就会决定金牌，这么的精准，对不对？好、哦。好，接下来呢就要欢迎呢亚运英雄进场。亚运呢这次我们台湾拿到了19金20银28铜，总共67面的奖牌，19面的金牌呢追平了1998年曼谷亚运台湾参赛的最佳纪录，金牌加银牌的数量更是破纪录。对于台湾选手的表现呢，我们除了感动，真的还是感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亚运代表团进场。首先欢迎的是3对3篮球队，教练吴振杰，选手林信宽，将军汪哲宇。3对3篮球队呢，首先在4强赛艰苦地打到了延长赛，靠绝杀进球赢了韩国。金牌战对上卡达，一开局0-5落后，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坚持到最后9秒逆转获胜。3对3篮球赛呢，是在第一次哦，在亚运拿到了金牌。听说这面金牌呢，已经让社区的篮球场、公园阿北暴动了。谢谢你们。亚运英雄进场了，我们特别请到了世界霹雳舞冠军年仅8岁的娜娜林李娜，以及3位舞者，以最样的、最动感的舞步欢迎亚运选手进场。接下来欢迎射箭队进场，教练林哲伟、刘廷君，选手陈怡萱、王绿宇、黄义柔、张正伟。这次面对各国的强敌，射箭队用尽全力拿下了1银1铜的好成绩。接下来欢迎竞技体操队进场，代表选手萧佑然。竞技体操在亚运夺得了1金2铜，佑然在世大运也拿下了铜牌。难得可贵的是，我们打破了亚运魔咒，首次杯盖拿下了男子团体项目的奖牌。今天要欢迎的是拳击队进场，教练曾子强，女将林玉婷、吴诗怡。特别是玉婷呢，在4强赛以及金牌战战前的王者霸气，都以5-0碾压对手。玉婷拿下了台湾在亚运第一面的女子拳击金牌，她也取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的门票。本届拳击队打出了1金1银2铜的好成绩，选手的拳套上面沾满了汗水以及泪水，甚至还有血水。感谢你们的英勇表现，激励我们台湾所有的人。接下来换的是乔毅队进场，选手吴姿琳、范刚伟、刘明谦、陈冠轩、苏浩怡、蔡博雅、刘令晴、杨明清、刘佩华。乔毅总共获得了1金1银，团队呢为了亚运备战了5年，平常呢也都还有正职的工作。你们的头脑实在是太好了，专注力实在是太强了，恭喜你们在亚运拿下了好成绩。接下来欢迎蜻蜓队进场，教练马建明，选手赖冠杰、张祖涵、吴少璇、
轻艇队拿到了2金1铜的成绩，这是台湾在亚运轻艇竞速的第一次夺金，第一面的金牌。你们的耐力、技巧和爆发力重新定义了"机器之锥"四个字。谢谢轻艇队写下的历史。接下来进场的是电竞队，教练陈真伟，选手向玉林。电竞呢是第一次纳入亚运正式项目，在高手如云的赛事当中，代表队取得了2银2铜的成绩。展员呢是台湾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传统体育与电竞的双栖主播，特别开心及骄傲。展员呢也主持过蔡英文总统授旗台湾的电竞队出征有3亿人看的世界大赛，代表政府对于电竞的重视。好，接下来欢迎柔道队进场，刘文正总教练，柔道男神杨永威。在柔道强敌环视之下，柔道代表队呢为台湾取得了2面金牌。杨永威的金牌呢也是台湾在亚运史上的第100金。杨永威呢在世大运也取得了银牌，杨永威在2020东京奥运拿到了银牌，我们祝福他在2024巴黎奥运一举夺金。好，接下来欢迎亚运克拉术队选手进场，黄君达选手。君达呢是三届亚运的老将，他示范了什么叫做对梦想的执着。君达呢本次获得铜牌，也写下了个人在亚运的最佳成绩，恭喜君达。接下来请大家用最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这次亚运拿下7面金牌的花轮溜冰队。教练王胜伟，选手刘巧希、黄佑君、洪小琴、丁宇恩、黄品瑞。花轮溜冰呢本次总共拿到了7金2银4铜，总共13面的奖牌，是台湾在亚运会的奖牌库。特别是男子3000公尺接力赛，到了最后0.01秒也不放弃，这是呢所有台湾人永生难忘的一幕。这边有全程播过呢亚运的花轮溜冰，我知道这个项目台湾真的是超级霹雳无敌世界强啊！谢谢台湾代表队。接下来欢迎游泳队进场，教练黄志友，台湾蝶王王冠宏。王冠宏呢他在赛前呢他还生病发高烧头痛，但是他在200公尺也是依旧奋勇游出了一面银牌，终结了台湾呢男子选手在亚运长达25年的零奖牌。而25年前夺牌的就是黄志友，就是冠宏的教练，一面奖牌，25年心愿，我们永不放弃，谢谢你们。接着我们要欢迎的是跆拳道队，教练廖嘉欣、郑少红率领着平视选手马允洲、陈新雅进场。这次跆拳道代表队奋战到底，甚至带伤上阵，取得了3银2铜。期待2024巴黎奥运，他们可以更上层喽。
最后欢迎进场的是武术散打选手张焕仪。张焕仪呢，力抗各路好手，取得了铜牌。大家知道这一面散打奖牌有多难吗？距离上一次夺牌，我们已经等了21年了。谢谢焕仪呢，帮我们打下这一面呢得来不易的奖牌。好的，非常谢谢亚运代表队，也非常谢谢呢所有的台湾英雄们。真的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赛场上，每一面的奖牌都相当得来不易，相当得来不易。每一面的胜利呢，都是呢所有的选手奋战到底、永不放弃拿下来的。最短的时间，有时候却是最遥远的距离。即使赢在0.01秒，都是呢选手们用生命全力以赴才能获得的成果。谢谢教练团的团队以及选手们，你们的努力让台湾被看见。有些选手呢，像是得到银牌的亚运棒球队、电竞队，金牌的体操鞍马好手李志凯等人，因为呢还有比赛还在国外，或者是准备赛事的因素，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也请大家给他们热情的掌声鼓励。感谢所有的台湾英雄，让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打拼，我们都是台湾队。请大家跟我一起高喊，我们都是 Team Taiwan， Team Taiwan， Team Taiwan。 谢谢大家，我是徐代元，谢谢大家。现在把现场交给主持人敏锐以及琼芳。真的是让人非常振奋的现场，中华民国中书记各界庆祝112年国庆大会到此圆满成功。让我们再一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今天所有参与的人们。非常感谢总统、副总统以及各位嘉宾与我们一起欢度国庆。请全体贵宾及与会人员起立。我们也邀请我们现场的所有中华健儿、台湾健儿更靠近我们的舞台区。再次恭喜所有的得奖选手们，大家来一张大合照好吗？恭喜你们。所有的选手们，谢谢你们。我们也谢谢总统莅临。感谢海内外贵宾以及参与的各级长官、机关、单位、团体，所有的表演学校同学们。感谢现场所有贵宾、海内外贵宾、参与的各级长官、所有大会处工作伙伴们、维护安全的军警同仁，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非常谢谢大家今天共同来祝贺台湾生日快乐。我们现在呢要请中央区以及南北观礼台的贵宾以
大会手册指示方向离场，也请所有与会所的机关单位、学校依指定的方向离场。谢谢你们的参加。也请大家离开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选手们，留意脚下的彩带。我是李明瑞，我是张崇芳，在此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2023民主台湾坚韧永续，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我们大家明年见。手牵手，精神上的互相理解，不能忘了。